就做，干！应该的，雪亮吧？应该不能。酒神手里有大招吗？有的，但是这边可能要出事。我又回上来了一口血，但是城下阵亡。达摩一拳，两个人继续锤，还可以继续杀酒神。这边血量回了上来，又顶了两下防御塔，还剩一丝血。六忍六这边往外冲，三段一技能没有。一分为二的生命，独一无二的魂灵。来的鬼步的这一波要吸到个夏侯，那夏侯的话正面撞到了干将莫邪的六剑，好准啊！那就不敢打了呀，那就失之千里了。对，哎呀，失之千里了吗？五剑，这个这边一看换完血，哇！看到没有，九成的干将出剑有多快？咱们的导播都跟不上。对，也就很喜欢吃鱼。哎呦喂！手感，谁能扛得住这个伤害？又来了，根本扛不住啊！打到身上似乎没有很痛，再接一个强化补光，正面接到了干将四件配件物，直接不死，没有了退路，防御塔没有，下面再顶一下干将莫邪疯狂。我身边，我这边直接闪现过来，看到九成，再来一下补攻，二技能没闪，九成四件，哇，杨玉环自己被杀了，凛冬已至。又冻住了，哇、哦！你这骗你过来插我的，马上保住了。哦，这边直接，还要杀一个，哇！但是他没有防御，他打他。